好，小刚现在人在这个马来西亚啦，KL 这个吉隆坡 Mid Valley 的这个金工专柜哦 ，Seiko 的 Boutique。我要跟大家去看一下今年2022所有表迷我都最期待的一只表哦。阿星，好，我们现在一起跟大家。跟这位进攻小姐姐一起来看一下哦。那小刚在那边跟大家看一款这一款全新的 Seiko 5 Sport GMT 哦，进攻超人五，进攻五号这一款双时区的这个表款哦。小刚敢讲啦，可以说是2022今年啊，非常多表友都非常期待的一款表哦。那小刚也经常说啦，这个进攻五号啊，那么多年啊，一直是稳坐。这个高性价比、高 CP 值一哥的这个地位哦，那大品牌入门机械表里的首选系列之一哦。那 GMT 运动表呢，也是经常都是小刚啊，一直都是非常喜欢的这个功能哦。除了更实用以外哦，那主要是它的这个整只表啦，多了更多东西可以玩哦，而且又有这个潜水表这一种运动风的那一种热血风格啦，哇！又潜水表的外形啦、啊，又 GMT 功能啦、啊，又是 Seiko，、哦、那加起来不是很贵咯？可是小刚拿到的时候、啊、一上手看到这个价格、哦、哇，我吓到一下哦，价格真的可以那么亲民哦？喂，不愧是 Seiko 啊，学霸就是学霸，没有他做不到的，只是看他要不要做而已哦。那比起之前的这个进攻五号呢，有哪些不一样哦？带给表迷。有什么惊喜哦？那现在我们就来和小刚一起看一看哦。首先，规格还是一样，这个 42.5mm 哦，非常符合这种运动风格的这个外形。那黑色这款 SSK001， 蓝色的这个 SSK003 和橙色的这个 SSK005 哦，在马来西亚折扣前的这个公价是2155而已哦。哇，这个价位真的是有惊喜吗？第一点，小刚要提的就是。虽然导入了 GMT 功能哦，可是表壳的厚度比之前的这个金工五号那个潜水表了、啊，仅仅只多了 0.01mm 的这个厚度而已哦，完美，可以说是几乎真的没有分别哦。那表盘的这个夜光啊，也非常的光亮醒目哦。第四支 GMT 针哦，也是有夜光的哦。第二点要说一说 GMT 指针呢。也是可以独立做快条的哦，那这个就大大提升了玩这只表的这个乐趣哦。再来第三，还有就是这个表圈哦，也是可以双向旋转的这个功能哦。那因为每次玩潜水表啊的时候啊，相信很多朋友有和小刚一样的这个心得，就是你一直很心想哦，要把这个表圈哦转回去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想转就是转不到的嘛，因为它就是潜水表，那潜水表就是单向旋转的嘛。所以现在突然你可以这个表的表圈，你可以两边转哦，哇，那一种疗愈感啊，是真的非常的高啊！你真的必须要自己去玩一玩，你就知道我讲的那一种满足感啊。那这些功能呢、啊，在这一种传统大品牌2000以内这个价位了，你在以前啊，真的是几乎你不可能会看到的哦。再来第四。就是这个表圈啊，它是用了这个双色的、哦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太屌了。那黑盘用的上半部分是黑色的、哦，那下半部分它是用的这种水泥灰啊。那尤其是应该是这个超跑啦，我们看跑车的这种影响啊，所以经常都看到这种水泥灰的出现嘛。所以水泥灰目前在市场上啊，让人家就是有一种很高级的那一种感觉了。那上手真的是非常的稳重高级哦。那蓝盘的下半部分呢，则用的是蓝色、哦，就是腕表我们常常讲的这种 Batman 啊，蝙蝠侠的一个配色的款式哦。上手显得非常有活力啊，比较感觉跟就是比较样这样子啊。那橙色这一款呢，上手呢非常的抢眼哦，你远远就能注意到你手上这一款手表啊，因为橙色呢也是这个金工的这个招牌菜哦，几乎在每一个表款啊你都会看到金工有用这个橙色的哦，也是人家常常讲的这个金工的这个尼莫的这个颜色哦。那第五就是这个表圈啊，它不是平常我们在入门表看到的这个铝圈。这个铝制的这个材质哦，而是金工选用了 Hardlex 这个矿物玻璃的这个材质哦，哇，一听到玻璃啊，嘿，整个人就马上精神起来哦。那
表圈啊，这个用了这个矿物玻璃的材质之后呢，真的非常有这个光泽度和这个通透度哦。那你拿在手上啊，完全小刚也自己刚觉得不根本不会相信啊，这一只表的这个价格啊才2000以内哦，哇老耶，真的是就这几点啊，精工真的做得太有诚意了。完完全全摆脱了精工五号啊入门这两个字啊，因为你这些规格啊真的是一听起来啊一点都不入门呢，好不好？那第六，小刚要讲一讲，就是这个小刚个人非常喜欢它没有星期显示哦，就只留了这个日期窗哦，而且表镜哦在这个日期的部位啊，它有用了这个放大的这个玻璃哦，那这个真的是把整只表的外观档次哦瞬间提升再提升哦。那你以为就这样子吗？还没有哦，还没有讲完。再来第七，是精工迷最喜欢的这个表链啊，这个表链一定要提一提哦，它是完全用了以前最多收藏家喜欢的这个 SKX 哦，那种五珠链带哦。哎，听到这个 SKX 哦，整个人就爽起来了哦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如果熟悉精工的朋友们，SKX 啊，在这个精工里面哦，是一款非常有历史的这个表款啊。那它一停产了之后哦，很多人买了这种入门的精工啊，以前啊，之前哦，都是拿去改这个五珠链带啦，或是外面买一些改装品啊，改装的链带或是这个副厂的。那今天你不用烦哦，精工真的是给了你原厂这个配了这个五珠的链带哦，而且小刚玩了之后哦，他是发现啊，他是经过改良的哦，因为小刚拿在手上哦，他整个表链。整只表这个重量和手感比起之前啊明显好很多哦，完全没有松垮垮的那个手感哦，而且它连表扣的部分哦也一起做了这个改良哦。再来第八，就是它的机芯啊，那机芯是用了这个精工非常耐操而且又容易保养，因为大家也知道有看过小刚修复旧表这一种视频啦，这个影片，所以也知道这种机芯都是非常的耐操又容易保养。那这个走时也可以调得非常的精准哦。那这个 4R 系列的这个精工机械的这个机芯哦，那它在改入了这个 GMT 功能啊，哇，真的是太强太强了。以上就是小刚对这一只表的一些心得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我是小刚，拜拜。